2017年爱放青竹剧场，每个7月29日在园林音乐厅盛大登出。7号上午在馆户中庭带来动物狂欢会精彩表演，让大家心情上。啊，最主要我们要让小朋友在这个长长的暑假有艺文的活动，有这个想象力以及无限的创造力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剧团呢都是国内最有名的，甚至也来自日本的太古的表演哈，还有俄罗斯的一些欧美的团体，所以节目很精彩，内容很丰富。那我们希望家长能够上网去查看这个售票的情形以及节目的内容。那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陪着心肝宝贝一起来看。今年爱放青竹剧场为7月29日到8月13日规划一连串的精彩节目，童趣工坊以及全新的单元《黑盒子的秘密》灯光的体验，和小朋友做会快乐放暑假。台上台下零距离，也不是因为我们让我们的专业表演者呢，他们扮演小朋友最喜爱的动物明星。今天只来了几位，可是实际演出有十几个动物明星一起在台上演出。那他们演出非常精彩又厉害的马戏杂技表演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一次园林演艺厅的系列活动。我们在7月14、15这两天，在园林的演艺厅那里，你如果有过来，所以你一开始呢，你就会了解到说，哦，原来一个剧场的硬体设施包括都哪些不同的部分，一个表演它又有哪些必要的元素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一项加那项，那个那项又加一项，这个人加那个人，就有舞台上的效果出现。彰化县文化局园林演艺厅连续3年在暑假期间规划专属于儿童的剧场艺术节，丰富好耍的活动内容，予足济亲子观众足喜欢的，嘛予囡仔喜欢上表演艺术，嘛开拓囡仔五感艺术的体验。邀请来自日本的这个卡玛科拉的这个日本和太鼓，然后呢也有朱宗庆儿童打击乐团。还有这个三株影像的这个儿童剧团，所以呢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呢，一直到8月底哈，我们在园林演艺厅里面有这个爱放亲子放暑假的这个活动。那除了到剧院里面去观赏这个儿童剧团以外呢，另外我们也有手作的部分哈，让儿童亲自的这个参与乐团的这个亲子娱乐营这样子。然后邀请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及听众朋友们呢，在暑假的时候到彰化园林演艺厅来，一起来参与爱放儿童放暑假。2017年爱放青竹剧场为今仔日开始，大手牵小手，购买2张以上票价拍8折，同场买3张以上，阁会使享85%的优惠。详细内容请上两天院卖票系统查询。工业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